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十住品第十五、第三。修行住，我们看经文末后的一段啊，最后一段，圣经最后一段，我们把经文念一遍啊。何以故？于令菩萨智慧明了，有所闻法，即自开解，不由他教故。清凉大师给我们的开示啊，他说：“真意云。”这一段是何以故是真，下面是答复啊，但总观无常，何用广知呢？啊，总观无常就够了啊，何必还要知道那么多呢？啊，这个意思是这样的啊，在下面解释啊，是意云。观空不碍，广有知见，性相兼了，法智真明故。这就说得非常清楚，非常明白了。啊，这个总观无常啊，是观空。观空不妨碍广有之见啊，广有之见是厚德之啊，也就是佛法里面讲的无所不知啊，般若经上常讲啊，般若无知，无知就是观空啊，对于一切法无常啊，彻底的明了啊，他真的明了啊，这是实相般若啊，般若无知啊，般若起作用，就是无知起作用啊，无所不知，所以他不妨碍啊，啊，妨碍的是什么呢？妨碍的是烦恼，两种障碍，一种是烦恼障，一种是所知障。这两种障碍，障碍你的智慧。啊，障碍什么呢？障碍根本智，根本智一障碍，后得智就没有了。啊，没有根本，哪来的智业呢？啊，所以要晓得。两种烦恼啊，障碍我们的根本智啊，这是不能不知道的啊。烦恼是什么？妄想、分别、执着啊，只要有这个东西，智慧就被障碍了啊。虽然你天天读经，天天听听经，有没有听懂？没听懂啊。不要说我们这个一堂课两堂课啊，两年三年呢，你听不懂啊。自古以来有多少人学了一辈子，学了几十年都没有懂得如来真实意啊，这个话是从前李老师教导我们的。那他为什么没有听懂呢？有障碍吗？
没放下吗？我放下了，我真的放下了。他自以为放下了，实际上没放下。这个放下难啊，真不容易啊。啊，我们学佛这么多年，不能说没有受用。啊，有少许受用。少许受用从哪来的？从放下来。啊，所以我们能经得起考验。啊，这么多年来，嫉妒障碍。啊，毁谤。侮辱啊，甚至于陷害我们都还能经得起考验啊，这个考验什么？没有一点怨恨心。我常给诸位报告啊，跟着我的这些同学们都知道啊，啊，没有怨恨，不但没有怨恨呢，我还会感恩啊。韩馆长往生之后，我离开台湾，我写了六句话：生活在感恩的世界，心平气和啊。别人问我要什么，有通通奉献。啊，没有一丝好留念，也没有难过。啊，跟到我的同学，境界达不到这个程度，当然还有怨恨，还有埋怨。我用很长的时间给他们化解。啊，告诉他，这是我们修德的一个好机会，这是佛菩萨来考验我们。看看这次考验及不及格啊！我们移民到新加坡啊，在新加坡住了三年半，我们又经历一次严峻的考验，没有怨恨，欢欢喜喜啊！我们对于这些人啊，在世间法讲伤害我们人，一丝好怨恨没有，常常感恩。每一天我们诵经念佛讲经都给他们回向啊，我天天都拜老师护法诸菩萨啊，这些人给我添加麻烦的人都是我的护法，我都感恩。为什么呢？他帮助我提升。啊，没有学佛之前不行的，没这个境界。不但有怨恨呢，有强烈的报复啊。那反复。我们总算从反复脱离了，提升了一级。啊，还不是真的佛弟子。啊，那我们是什么佛弟子呢？我们是佛弟子的玉窟。啊，要以学校来比喻呢，我们是幼稚园的学生，还没到一年级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到一年级必须把五种贱货断掉。啊，我知道什么个边缘呢？我常常讲，自私自利没有了。啊，我身见看得很淡。啊，但是没有断。啊，看得很淡。啊，自私自利没有了。明文理呀，没有啊，对五欲六尘享受没有了，真的能随缘了啊。贪嗔痴慢是大幅度的降温了，我知道这个程度啊。
啊，所以我常讲啊，我知道一年级的门口没进去，啊，进去呢，那就必须是佛的标准，啊，对立，啊，我这个对立是很淡薄，不跟人对立，啊，人家跟我对立，我不跟他对立。身见我没破，这是根本啊，虽然很淡很淡，没破啊，啊，不对立做到了啊，成见降温了，可以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了啊，你们要怎么做就怎么做，我都欢喜，没有意见，恒顺众生，在这个里面修什么呢？把成见放下，我想怎么做怎么做，这个念头不好，随顺大家啊，没有任何挑剔了啊，在日常生活当中，在工作里头，在处事待人接物都能做到恒顺啊。人人都是阿弥陀佛，人人都是我的善知识，这是我从华严经善财童子那里学来的啊，所以才得这一点受用啊，啊，不会被外面境界所转啊，自己有这么一个水平啊，念念呢，心里头有阿弥陀佛。我常讲，我只有一个愿望，一个目标，啊，其他全部随顺众生。啊，我就是希望这一生当中能生西方极乐世界，能亲近阿弥陀佛，住在这个世界一天，为阿弥陀佛工作的，为释迦牟尼佛工作的，啊，不是为我自己。啊，把释迦牟尼佛、阿弥陀佛的教诲传播给世界。啊，所以观空不碍光有之见呐。啊，不可以说观空，那经教我就可以不学了。性相见了。啊，性是空的，相是有的，空有不二啊！啊，随你的智慧就增长，啊，烦恼呢，慢慢慢慢的就消失了，转烦恼为菩提。那前面我们讲一切法无常嘛，所以今天我们有一份参考资料。《法华经》所里面所讲的十种不二法门，什么不二？观空跟光有之见不二吗？啊，了解之后啊，才晓得学佛的人在日常生活、工作、待人接物。那种灵活的运用，那就是后得智现前啊，那我们过的就是佛菩萨的生活啊，学佛得大自在啊啊！现在很多人说这个世间灾难很多，灾难来了，我们也得大自在啊，这真的不是假的。这种自在要平常训练啊，不要忘掉。那么这个圣门啊，然此圣门，借以不二命名者啊，
该发话以前，四时三教所谈色心等识，意义各异，名之为耳。啊，这《法华经》之前，确实佛是这么说的。啊，那用现在的话来讲呢，这个二就是相对。你看，空的对面是有，啊，色的对面是心，啊，无常的对面是涅槃，那通通都是有对面的。啊，不二呢，这个两边就没有了，这才是你真的见到了。啊，我们虽然这门入不进去，能到门边也不错了。啊，也非常非常的不容易了。啊，所以至于法华，讲到法华经的时候，法华经是最晚讲。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49年，华严是定中讲的，不是在人间讲的，啊，所以小乘人不承认。啊，华严是怎么发现的呢？是龙树菩萨发现的。龙树菩萨距离释迦牟尼佛600年，啊，佛灭度之后600年。龙树菩萨出生在这个世间，啊，这是一位初地菩萨，啊，聪明智慧高啊，啊，就像中国慧能大师一样啊，不，慧能大师不认识字，龙树菩萨是很有学问，啊，他学了很多东西，啊，他真的开悟。啊，那么我们相信他老人家注释也是一生呢，完全是实现装糊涂，不是真的糊涂啊。他用3个月的时间把释迦牟尼佛49年所讲的经典呢全部读完了，就是我们今天讲大藏经啊，谁有这个能力？3个月的时间，大藏经全部读完，全部通达。啊，为什么说他做示现呢？他觉得很傲慢，这个世界再没有人比我聪明了。啊，在这个世界呢，智慧第一了，没有能超过。傲慢升起来了，我们要烦恼啊！啊，真有智慧的人怎么会生烦恼呢？啊，所以这菩萨示现，啊，大人作六啊，这样就引起大龙菩萨，是大菩萨要照顾小菩萨，小菩萨学得不错，现在有点障碍了，现前了。大龙菩萨把他接引到龙宫，让他去看看释迦牟尼佛成道的时候27日中在菩提树下入定所讲的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啊，带他去看一看啊，《华严经》也叫一切经。这一看呢，这分量多少呢？10个大千世界未成迹，14天下未成品，他就吓到了。这一吓到的时候，他那个傲慢心全没有了。释迦牟尼佛所讲的经，那么大的分量，你知道几何？啊，他一看到这个分量，这不是阎浮提众生能受持的，阎浮提是指我们这个地球。
啊，我们这个地球上再高明的人，都没有办法受持，只看中本。啊，中本就好比进化论，大概是大经的十分之一，这个还是不行。严复的中者还是没有办法受持啊，以后再看看，看小本啊，小本呢，就好像目录提要一样啊，就像我们中国四库全书，四库全书目录提要，你看四库全书，现在精装。这个素本1500册啊，一个人一生能念完吗？念不完的啊！我当年买这套书的时候，商务印书馆的总经理跟我谈话，这法师啊，假设一个人一出生呢就会念书。一天念8个小时，说他的寿命100岁吧，啊，念100年，这书还没念完，你就知道书库分量多大。书库有目录提要，就是每一本书有个很简单的介绍，它的内容，它说些什么。这个目录提要呢？现在在大这部大书里头，它一共是5册，啊，龙树菩萨在龙宫看到小本华严，就是目录提要，华严经的品目提要，啊，分量多少呢？40万偈，40品。龙树菩萨看到这个行啊，这个分量很适合阎浮提众生呢来学习的。他真有能力啊，他在龙宫里面看了一遍，他就能背诵啊。所以从龙宫回来的时候啊，他就把这部经背下来了。写成文字，就是在我们世界流通的梵本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从龙树菩萨到唐朝差不多1000年了，这个经呢才流通到中国啊，最早是在东晋的时候，啊，是一个残缺不完整的本子，全本10万偈，啊，第一次到中国来的时候只有36000偈，大概1/3多一点点，啊，在中国翻成中文经典，叫60华严。啊，这一部经虽然意思不完全，这个残缺太多，啊，可是文字非常好。啊，方东梅先生当年介绍给我，他说60华严、80华严、40华严，这3次翻译讲的文章文字来讲，60翻的最好，在文学上来讲最好。那么意思上最完整的了，那还是80华严。啊，以后得到普贤行愿品的全文，这是非常难的。你看全文这一品40卷，啊，最后一次翻译的。啊，龙树菩萨看到这个，那个傲慢全没有了。
才晓得诸佛如来啊，他们那种智慧没人能比啊，他是初地，初地以下更不必说了啊，所以究竟圆满的智慧必须要非常谦虚认真努力去学习啊，还要继续不断的放下，把烦恼习气起心动念都得放下。你才能证得圆满的自信。啊，华严经是什么呢？华严经是自信里面的圆满的般若。啊，世尊在华严经上说，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得相。啊，华严经是如来智慧。啊，华藏世界，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是如来的相，诸佛如来的十宝庄严土啊！啊，再给你说穿了，如来是谁呀？如来是你自己，人人都是。啊，佛在这个经上。我们已经读了好几遍了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这一句话重要啊，这一句话就是中国老祖宗啊教导我们的，人之初性本善，一切众生的性都是本善啊，啊，本性本善啊，我们今天可怜的是什么？迷失了自信，本善没有了。啊，迷失了之后，智慧就变成烦恼。啊，德能呢就变成造业，相好呢就变成六道轮回，这么回事情。真的觉悟了，不但六道没有了。是法界也没有了啊，回归自性啊，自性门前的庭院就是十宝庄严土啊，啊，通过这个庭院登堂入室，那常寂光，你真的回归自性了 啊，所以学佛啊，在中国学习中国传统的文化。你要常常记住人心本善啊，最重要的呢不是讲人，是讲自己啊，我本来本善啊，那本善里面就把中国传统的文化德目啊圆圆满满去做啊，无能去做，五常具足，四维具足，八德具足，这本善嘛。啊，那在佛法讲呢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。啊，那你十善业道具足。啊，十善具足啊，佛家这个十善了不得了。啊，在小乘展开三千为一，从十善生三千条啊。大乘菩萨呢，从十善呢生下来是八万四千条，叫八万四千细心啊。啊，那是什么呢？那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华严经，圆满华严经落实在生活上。八万四千细心啊，落实在生活，落实在工作，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，你找不到丝毫缺点啊，这是自己啊，迷失之后头一个我们生惭愧心，
对不起自己。我们中国人对不起良心。那良心是什么？是本善。啊，在佛法里面讲呢，就是如来，如来智慧德相。如来是自己啊，迷了真对不起自己啊。啊，已经觉悟的这些诸佛菩萨，慈悲到极处，他们来帮助我们，啊，帮助我们觉悟，帮助我们回归自信。我们只要认真努力依教奉行，啊，根性不相同，啊，上上根人，一闻情悟，他立刻就入进去。啊，我们从这个标准自己细心的去反省，我是什么根性？中下根性。啊，不是没有悟出，很慢了。啊，但是还算不错，每年都提升。啊，一年比一年清楚，一年比一年明白。啊，一年比一年放下多一些。啊，现在是勉勉强强啊，不受外头境界所转了。啊，这一般人讲，哎呀，这是很了不起了，这是什么？功夫刚刚得力了，没有什么了不起啊。那比起古大德了，我们惭愧的不得了啊。那古大德像我这样的成绩的时候，应该在三四十岁的时候，他们就得到。啊，我今年84了。啊，所以他们三四十岁达到这个境界，我到80多岁才达到，怎么会不惭愧？啊，但是很幸运。啊，幸运什么呢？自己有这么长的寿命，寿命是三宝加持，不是我自己有的。啊，三宝加持我，让我慢慢提升了。这个就是，佛是门中不是一人，只要你真干，佛菩萨真帮忙。啊，那么到先前这个程度，我们可以说我们获得的解悟。啊，往下呢，往下彻底放下，我们就会到正悟。啊，所以我们在此地学一切法宝，啊，这个事实代表一切法。啊，所以佛幕后讲《法华经》啊，这第一是讲华严，啊，华严是两个星期二期，啊，然后就是讲阿含小乘。阿含讲12年，小乘慢慢提升，像办学一样，从小学办起的，啊，小学12年，啊，再办中学，方等8年，啊，这中学，啊，中学成就了，再向上提升了，大学。啊，大学是薄弱，哦，这个时间长了，22年，啊，你就晓得，薄弱是佛法的核心。那前面呢，阿含方等呢，都是手段，帮助你提升，提升到这个程度的时候，可以跟你谈薄弱了。啊，薄弱是自信里面的智慧。啊，22年讲般若，啊，22年之后讲法华，法华是最后一个阶段，好比是研究所，
啊，多少年呢？也是八年。释迦牟尼佛灭度了，走了。啊，这个教学完成了。你看，等于是小学、中学、大学、研究所。啊，所以世尊讲得好啊。啊，佛子不先学小乘，后学大乘，非佛弟子。这是佛告诉我们，学教要按此地来，一定是小学、中学、大学、研究所，啊，要按照这个次第。啊，真的，佛法传到中国来的时候，中国人确实是遵从佛陀的教诲。小乘经翻译的非常完备。啊，四阿含就现在在我们大藏经阿含部。啊，你用我们阿含部的经跟南传巴利文的藏经一比较，你就知道了。啊，巴利文比我们多的。啊，我没有去比较，我没有去看，这张家大师告诉我的，大概只多50几部。啊，小乘经也有将近3000多部吧。你看，只多50几部，可见了我们中国翻译的完备呀。所以小乘呢，在当时有两个宗，陈师宗、居士宗，这两个宗到宋朝时候就没有了。啊，现在人都不知道。哎，在从前学佛，一定是先从这开始的。那么中国从宋、唐朝中叶之后啊，这个出家在家的就不学小乘了，典籍保存得很完整，没人学了。啊，为什么呢？我们这些祖师大德，真的，他们有智慧，有德行，他们用儒、用道代替小乘，所以成就不亚于小乘。啊，这个大乘佛法的成就在中国远远的超过印度，这就说明祖师们选择是正确的。啊，用儒跟道啊，所以中国传统文化就变成儒释道的集合。儒释道在形象上不一样，骨子里头完全相同。啊，那就他真学啊。那从前学佛，无论在家出家，你问问他有没有念过45经？念过。啊，13经不一定完全念过，45经肯定读过。他有接触啊。啊，道家的老庄有没有肯定念过。啊，所以他有这个基础啊，进入大乘很方便。而且儒跟道的思想比小乘有过之而无不及。啊，所以用这个来代替小乘呢，比学小乘还要好，还要方便。啊，这个历史教训我们学佛的人不能不知道。啊，所以今天佛教衰了。啊，研究佛经的人今年累月苦修不开智慧。什么原因？基础没有。啊，我们不学小乘呢，但是你至少要学儒学道啊。那儒跟道也不学，小乘也不学，直接学大乘。大概世尊当年说了个话，就是为这些人说的。嗯，不学，不先学小乘呢，后学大乘，非佛弟子。啊，这个话应当是为这些人说的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从前的人都听话，现在人不听话了。
啊，所以我们看到这一句经文呢，要深深去反省，错在哪里？啊，为什么我们不开智慧？啊，所以我们这些年来发现这个毛病，啊，所以全心全力在提倡、劝告同学们，我们要卧补三个根。啊，这三个根，儒的《弟子规》，道的《感应篇》，佛的《十善业》，这是少到不能再少了。啊，这三个根要是没有的话，难了，太难了。啊，你学儒，你不能成为圣贤；你学道，你不能成神仙；你学佛，你不能成佛菩萨。这没根吗？你就晓得这三个根是多么重要啊！我们扎下这三个根，你就是有具备圣贤的善根啊。我们学佛的人讲善根福德因缘，哎，你有善根呐！啊，你能够一门深入，长时熏修，这就是你有福德。那你肯定有成就啊，因缘不怕，佛菩萨会加持你，会帮助你啊。最重要的就是善根啊，这个根就是儒释道的三个根，那出家人还要加一个沙弥律仪，四个根啊，这四个根扎稳了，你就不会被社会这些习尚啊所动摇啊，所染污就不会了啊。这些名闻利养五欲六尘啊，你不会动摇了，你把它看破了啊，一切法无常，看破，不为他所动。你的定，你的慧，不就成就了吗？啊，所以这到法华时，啊，世尊讲法华，开显四十三教，所谈的偏全之法。借机原始啊，法华是开权显示，告诉你世人过去所讲的方便法，法法都是真的。这个话我们一乍听的时候感到很奇怪啊，哎，以前不都是假的吗？都是无常的吗？怎么现在全是真的呢？这个就是讲的说讲不二了啊，你明白不二了，那法法是原始啊，圆满真实啊，舍利即障，色心等法了，圆融自在，互摄无碍，贤明不二啊，你才晓得什么华藏世界在哪里，就在现前啊。那诸佛如来在哪里，也在现前，你不认识啊。啊，我曾经跟诸位说过，那是我勤贤的一点心得报告，我讲四十二愿，善财童子五十三善没讲完了啊，上一次讲了一半。我深深体会到
原来五十三参是我们现实的苦。你从早到晚，你看到男女老少各行各业，那就是什么？那就是五十三参的善知识。圣凡不二啊，生佛不二啊，那众生本来是佛吗？你要是真看透了的话，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，真佛不是假佛。他在那做实验，示现，他做善事，就像舞台表演一样，他演正派的。啊，我们要向他学习。那另外一个佛菩萨，他演反派的，啊，演丑角，啊，演反派也演得很逼真，啊，演一些不善的，让我们反省，善的要跟他学习，不善的，我们反省的时候有没有他那种行为？有则改之，无则加勉的，不都是教导我们的吗？啊，都是演得很逼真，都是一流的演员，啊，通通拿一样的奖牌，你就把所有众生看平等了，你对所有一切众生呢，那个恭敬心就升起来了，啊，敬爱的心就升起来了。啊，你就不会再分别了，不会再嫌弃了，啊，不会再有比较了，你已经入不二法门了。入不二法门就是大彻大悟啊，明心见性。啊，因为我们现在总在二里，总是分别，总是执着，这分别执着，这是六道，你出不了六道轮回。啊，所以一入不二，哦，那智慧就打开了。啊，色心等法，这个在十种不二了，它排在第一。啊，因为它是根，这一门入去，圆融自在了，那其他的全都迎刃而解了。啊，所以这个什么？无论哪一个门你就悟了，你就从那个门进去了。啊，开权现实啊。啊，都是实的，都是。那底下说呢，设门即对设庙而立，设庙今天我们不谈。啊，设庙是法华经上谈的。啊，庙呢，庙就是不二啊，不二就是庙。那你由此可知，十妙不好懂啊。这个十不二法门好懂，那个十妙你入不进去呢。你要是把不二搞清楚、搞懂的话，你就能入十妙了啊。所以这个地方一开头就给你讲清楚啊，这个妙就是不二，不二就是妙。啊，那我们学过华严还原观。啊，还原观里面给我们讲的四德，这个很重要。这个四德是什么？诸佛如来、化身菩萨应化在六道，应化在十法界。啊，他做种种表演示现，最高的原则决定不能离开这个四德。四德里的头一个，随缘妙现、妙用。啊，那个妙就跟此地讲的意思是一样，不二啊。哎，随缘，恒顺众生，知道一切都不二了，自他不二，生佛不二，离世不二，性相不二。恭喜你，你入门了，你成佛了。
啊，你真的是以佛心佛眼看世间，这世间多美好啊！啊，都在了一念。啊，你一念跟自心相应了，这个世界是佛世界，这个世界是清净世界，这个世界是极乐世界。一念迷了，迷了什么？迷了头一个就是有我，我总比别人强，别人总不如我。啊，这佛在经上讲的，只要有我，就有四个烦恼跟着你。这四个烦恼叫根本烦恼。啊，阿赖耶摩那识就是我。啊，你看看《法相唯识宗》的经典，四大烦恼常相随。啊，第一个就是执着有我。啊，第二个呢，因为有我，就生了爱，我爱。这个爱是广义的啊，是个相对的啊。我喜欢的人我爱他，我不喜欢的人我不爱他，爱他的人希望常常不离开，不爱的人说希望他远远的躲起来，我永远也不要见到他，就起这个烦恼啊。这个都属于贪啊，爱是贪嘛，贪爱嘛，啊，这个就跟着你来的，啊，那么接着呢，我慢，啊，傲慢，啊，傲慢是嗔恚，啊，总觉得我第一，别人不如我，啊，再接着呢就是痴，我痴。你看，我爱，我慢，我痴，啊，这是贪嗔痴啊，跟着我，执着有我生起，这个我叫我见，啊，错误的见解，四大烦恼常相随。什么时候你执着有我，这个贪嗔痴就跟着你了。就迷了，越迷越深了，迷了就造业，造业就受报，报是什么？报就是六道轮回。佛菩萨看得清楚啊，堕落在轮回里面这些佛啊，他本来都是佛啊，现在迷惑搞成这个样，那怎么办呢？赶快帮助他觉悟过来啊！这些迷惑颠倒众生就好像喝酒喝醉了，发酒疯，他本来都是好人，现在咱们希望的是赶快清醒过来啊，就这么一个意思啊。所以这个还原观上的四德啊，非常重要啊。第一个，随缘妙用啊，在随缘那段恒顺众生知道这个世间一切不二啊。那我们怎么样看呢？全是自信变现出来的啊，《还原观》上讲得很好啊，自信清净圆明体啊，啊，这一句话就总结了慧能大师开悟的五句话啊，自信。能大师讲何其自信，没想到自信啊，真有自信。自信是怎么样？本自清净。你看贤首过世啊，自信清净
啊，圆明，圆是圆满，圆满是从德上讲。能大师第二句讲，自性本不生灭，这不生不灭是德了。啊，本自具足，那是圆，圆满，一点欠缺都没有。本不动摇也是德。能生万法也是德。就是佛在华严经上讲的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，一点都不假了。我们今天自信的啊，智慧德相统统失掉了，能不惭愧吗？有没有去想想我怎么能对得起自己？自信是真正自己。我在这个世间为什么干这么多错事？啊，自信是圆满智慧，一丝毫缺陷你都找不到。原因是什么？迷了。迷惑痴情